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部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使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Thank you.
弟兄姐妹，主日好，主日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仁爱堂线上的主日崇拜。在这个美丽和充满恩典的主日里，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来敬拜他，来朝拜他，进入他的同在里。弟兄姐妹，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殿。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神啊，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发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神啊，我们要来荣耀你，唯愿在上荣归于上帝，在地有平安，人都蒙恩。我们赞美主，称颂主，敬拜主，荣耀主，为主的大荣耀感谢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圣父，主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主上帝，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上罪的主，怜悯我们。坐在上帝圣父右边的主，允准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独一为圣，基督独一为主，基督独一以圣灵在上帝圣父荣耀里为至上。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扬起我们的声，来敬拜这位永活的救主。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一代每天要施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
承担我们身为God。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谢谢主，我们邀请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邀请你来触摸我们的心。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祂名所到的地，荣耀归给祂。不分宗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极尊重你为王，高声哈利路亚，极敬拜弥赛亚。
这里全能的指望，我们欢迎为你的城市来唱来，复兴这里全能的指望，我们欢迎你复兴，复兴这里全能的指望，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ank you, God, you listen, you hear our prayer.让我们一起开声献上我们的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在世曾医治且使病人的生命得以完全复原，求你以怜悯顾念这世界的苦痛，并借着你的医治大能使众人和国家都得着完全医治。这都是靠着我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主是以圣父圣灵一同永活兴起掌权，永为独一的上帝，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现在翻开圣经，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今日经文取自使徒行传八章一至十三节。使徒行传八章一至十三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就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主耶稣的圣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荣耀归于主耶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是基督的福音，赞美归于主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神你给我们今天早晨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神你的话语。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在这时候无论我们在哪里的，在家中的，身在何处的，我们都能够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来领受，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们。我一直很想要一个东西，就是气压锅，所以我每次回我母亲的家看这个 Astro Go Shop 的时候呢，看到这个 Primata 的气压锅的时候，哇，就很吸引我。然后我也问朋友，他们说很方便呐、因为工作嘛，是我们不能够24小时或者一些的时间来去掌火来煲汤。可是有气压锅，你只要丢什么肉，牛肉、羊肉、鸡肉，什么肉丢进去呢，在10分钟、20分钟里面，你又不用掌火，它就会再靠着这个气压焖出一锅美味的佳肴来。哇，所以非常的方便。所以你丢什么进去，那气压一压，美味一开盖，美味佳肴就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哇，这个实在是太吸引我，所以我这个在考虑，哇，气压真的是不一定会带来不好的效应，气压也能够使一个普通的牛肉变成一个美味的红烧牛肉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从这一个的使徒行传里面来看教会怎样，初期的教会怎么样，他们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呢，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发出他们教会的本质。牛肉放进气压锅里面会变成不是烂牛肉，是美味的红烧牛肉。同样的，教会的本质怎样在这些的压力里面也可以散发出那个教会本质本来的生命。这是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八章里头所讲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在之前呢，整个初期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圣灵浇灌下来之后，教会就开始被建立，然后使徒们就大有能力的，被圣灵充满的，放胆的，有信心有能力的来传讲神的福音，神的道，然后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主的人也天天的增多在教会里面，门徒的生命也一起的被建立起来，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每一天的在家中或者是在他们聚会的地方一起同心敬拜祷告，而且也听从使徒们的教导和教训，彼此团契，一起的掰饼，彼此照顾有需要的群体。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基督生命、充满圣灵活力的新的群体。这是教会生活的本质，就是要敬拜祷告，彼此团契，教导神的话语，传讲基督的福音。这个新生的教会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遭受了这一些犹太公会的这一些的群体的逼迫，还有危难和威胁，而且教会内部呢，也发生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看了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两夫妻的这一些的欺骗。后来呢，我们也看到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他们的孤儿寡妇呢被忽略饭食，所以就争闹起来，可说是这个新生的教会开始面对这个
外忧内患的这一些的问题。内部的问题呢，我们看见圣灵呢也赐能力和智慧，使徒们怎样的来去处理，来去一一的解决。至于外在的这一些的忧患呢，好像来势汹汹那样。我们之前看到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传讲他们医治的时候呢，他们被抓被捕抓，然后受到这一个的威胁和恐吓。后来呢，这个的史提凡，上个礼拜我们看的这史提凡，他是说希腊话信主的犹太人，他也被拣选成为其中的七个执事的其中一位。这个史提凡呢受逼迫，然后他成为教会历史里面呢第一位的殉道者。而今天我们来看，从这第八章的一开头呢，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大遭逼迫。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讲到，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这里讲到的分散呢，分散的原文呢，它的意思就是讲到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说人，这些的人，他们好像种子那样被四处散发开来。所以这个种子它是会萌芽的，它会是生长的。所以因此这个的虽然遭受这个大逼迫，可是福音的种子会被散发开来，散发在各处来萌芽。他们被分散在哪里呢？这一些的人呢，他们被分散在犹太和这一个的撒玛利亚各处。他们会分散在这个地区呢，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升天之前呢，颁发这个的大使命给门徒，而且还嘱咐他们什么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边讲到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到吗？这一个的为主做见证要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然后被传到哪里？这就是神的心意。从耶路撒冷开始，要先去到哪里？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心意，还有使命。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先传到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四节，八章第四节哦，这里又在说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往各处是哪里呢？就是在这一个的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他们被分散，再次的强调被分散在那个的地方，好像种子这样子，福音好像种子这样落在犹太全地，落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呢，来萌芽，来发生成长。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福音广传是神的旨意，福音广传是神的旨意，神掌权整个福音救恩的历史。而且神的预定呢，神的预旨呢，他是必定要成就的，纵然教会大遭逼迫。如果没有这一个很广泛性的这一个的逼迫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基督教的这一个的运动呢，可能就只有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这一个的城，这一个的地方。由此可见呢，这一次的大逼迫呢，实在是一个变相的祝福。所以你看到这一个本来的逃亡之路，却转变成了宣教之路。神能够化这一个的艰难为祝福。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害怕遭遇到灾难，我们也是一样会，我们会尽力的去避免这一些的苦难，尽量的去避免回避一些的发生的这些的困难。可是圣经呢却告诉我们，预期苦难的来临，而不是要避开这一些的苦难。就好像要 baby 新生的 baby 要降生哦，新生 baby 的喜乐，你要迎接那个新生 baby 的喜乐呢，就需要经过那个生产的苦难。生命和教会的福星总是在苦难的另外一头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去迎接。神赐下圣灵的充满，也预备了教会，就是我们呢能够忍受苦难，无论是在阳光普照的日子，还是黑云笼罩我们的阴天，我们都要相信神都会有大能力的来去做工，因为神能够化艰难为祝福。从整个教会的历史来看呢，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打压阻拦教会的福音前进。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力的群体，信徒越被分散到哪里呢，越能够发出这一个种子发芽生长的生命。哪里有基督徒，哪里就有敬拜祷告，哪里就有宣讲神的道和神的福音，那里就有彼此团契的合意。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质。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在这快要一年的我们受疫情冲击之下的这一种的生活，我们大家都好像那个打不死的蟑螂哦。所以在生活的各方面呢，我们都努力的奋斗去寻找新的方法，新的生机。教会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所有的儿童青少成人门训小组呢，我们都进行线上的小组的聚会，我们甚至也看到有好些新朋友加入参加我们这一些的线上小组，这是意想不到的，可是这却是神给我们的在意想不到中的福音的成果，种子要发生起来，要成长。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掌权，越是艰难，越是看见圣灵的能力怎样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的工作，看见圣灵的能力，看见这一个的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动力在我们每一个的小组，每一个的家庭里面发生力量。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那个经文呢，就会集中在这一个的腓力他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事件里面。使徒行传八章五到八节讲到，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呢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就大声呼叫，叫他们从他们的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有大有欢喜。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混血的犹太人，就是以前北国以色列和外族这些，特别是亚述他们这一个的联婚，然后产生下来的这一些的后代。所以这一些的犹太人呢，他们世代呢都和这些的撒玛利亚人呢有仇恨的对立，因为他们抵制他们，他们说他们混混呢，他们是杂种，所以是不纯洁的这一个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非常鄙视他们，视他们为不洁的种类。而腓力呢，他是第一位，这位腓力他是第一位将福音从犹太地带到外地的第一个人，所以他所到之处，他所传福音的这个地方呢，竟然就是
受犹太人所仇视所鄙视的地方，撒玛利亚。我们看到福音要被传出去，教会传的福音呢，是超越人的设限的。福音要打破种族的藩篱，这也应验了福音要使万民都得救。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好像审视人的眼光啊，那个是谁是谁应该得救，哎，那个谁谁谁不应该得救，哎，那个谁谁谁可能有机会得救了。我们好像代替了神为福音来设限了。福音的大门是为一切世上的灵魂而打开的，所以世上不管任何的族群、任何的人、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年龄，都需要福音得救的生命。教会本着基督的爱呢，向凡所有需要的族群呢，都要传扬这个得救的福音，因为每个灵魂都是宝贵的。所以教会不单只在耶路撒冷来传讲福音的工作，更加要离开自己的这个的本地耶路撒冷呢，来往走出自己的篱笆，走出我们的篱笆，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向撒玛利亚去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要走出你自己的局限的篱笆，走向你的职场，走向你的校园，走向你的家族，你的家族的群体中，甚至和你不同肤色的群体等等，来做宣教传福音。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要使那些生命被拒绝的人也一样能够得到盼望。你看到经文中如何的形容撒玛利亚的城的里面的人得救吗？你看一下第八节，这里讲到在那个城里就大有欢喜，他们领受这个救恩，他们大有欢喜。这一些被人拒绝的、被人鄙视的，却是被神接纳的、被神拯救的。他们的生命的锁链从此被断开了。这个就是福音，使得救的人得着生命的自由、喜乐和盼望。我们要很清楚，罪是捆绑人的生命，可是基督他爱我们这罪人，他是要来拯救我们这罪人的生命，脱离那捆绑我们生命的罪。所以当教会明白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晓得要如何的在福音里面来帮助一个罪人，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不是因着一个人的罪而鄙视一个人，我们是帮助那一个罪人，好像神帮助我们的生命那样，让基督的福音能够在那人的生命里面来发生功效，使他好像撒玛利亚城的人那样被接纳、被拯救、脱离罪的捆绑。第三，我们要看见信心的优势能够突破危难。这个腓力呢，他能够成功的将福音呢传到撒玛利亚去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如果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的信息讲到这一些的那些的说希腊话犹太人的领袖，那选出来的七位执事，他是其中一位。
所以他是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然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呢也受到这些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官方的这些的逼迫，也使到他呢因此使到他呢比较容易受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接受，因为他不是好像那耶路撒冷的那些道地的犹太人吗，是啊，他是这个是不一样，会讲希腊话的，诶，他也是受他们自己犹太人的逼迫，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会比较认同他，然后接纳他，所以这个是他的优势，以至于他能够比较容易跟他们传福音，来接触他们。当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腓力他有传福音的心智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他不会受这一些的环境压力的影响，他不为自己的身份，他是个执事啊，他不是使徒，因为使徒比较大有能力传讲嘛，他只是一个管理饭食的执事，这个是他的身份，可是他不受这个身份所局限，以至于他同样靠着圣灵大有信心的放胆传讲基督的福音，来医病赶鬼。所以在福音的事上呢，我们看到要在困境困难的处境中来看见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在这一些的困难的处境中我们要看见教会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在 MCO 的从去年到现在 MCO 的这些的期间呢，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的网红厨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啊，所以你会发现哇越来越多厨神出现在网络上哦。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或是我们的小组，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我明白我们这一年过得真的非常不容易，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今年呢这个疫情看起来好像不会那么快的明朗化，现在我们华人新年要到了，还有几天就是了，我们也很难和家人朋友能够有团聚团圆的机会，可是我们要看见我们感恩的，我们不是生长在落后的这一些的年代来经历这一场的瘟疫，至少在今天的这一些的科技进步当中呢，仍然成为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的优势，使我们呢仍然可以借着这些科技来彼此的联系，借着这些科技呢我们能够帮助到我们处理许多我们所要处理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可以一起的在线上来崇拜来听神的话语，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停止侍奉，我们的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不断的来录制这一些的敬拜的诗歌，来一起的带我们的会众能够借着线上来敬拜，我们的组长们也使用这一些的网络来带领线上小组继续做这个的门徒的训练，我们也学习这一个的线上的企划课程啊。上个星期我们就有好几位的组长一起来学这一个 online alpha 来要做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这都是我们怎样的来看见我们有的优势，然后我们努力的可以继续的去实现去活出教会生命的本质，越有困难的局限越要找出突破的优势。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里保罗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腓力那样传福音的心智呢也不受环境身份的这一些的局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腓力呢他让我们看见
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呢，才能够有这样的传福音的心智，甚至不受困难环境的局限。圣灵如何浇灌在初期的教会呢？使信徒们充满这一个的信心的生命，使他们活出福音的使命。圣灵今天仍然要充满在教会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有信心有能力。我们虽然好像那一些被分散的种子，可是我们却也像这些种子那样有那个的被成长发芽的生命。无论是敬拜祷告、建立门徒、彼此的团契，我们一起做这个的门徒训练、传福音、做见证，我们都不会受到拦阻。我们要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萌芽，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一起的来相信，我们也期待那个复兴的日子将会在前面等着我们来去迎接。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不单只给初期教会，也给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使到我们在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活出主啊今天你要教会活出的生命的本质。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整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来成长，我们要继续的来敬拜祷告，来经历你，我们要继续的在你的灵里面来合一、来团契，我们要继续做这一个的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要继续的来传你的福音、来做见证。主啊，越是在压力里面，越能够靠着圣灵来经历神你的神迹、你的奇事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复兴在前面等着我们去迎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尼玛利亚取着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受死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舍利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恭喜发财，弟兄姐妹，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让大家知道，在来临的星期四跟星期五，我们将会有这一个的新年前夕的，就是在线上的庆典，跟新年农历新年第一天年初一的在线上的崇拜 ，OK， 所以在11号，2月11号就是年三十晚啊，就是农历新年华人新年的前夕，就是当天晚上8点，我们将会用 Zoom 来去一起去庆祝。原本是在教圣堂了哈，但是现在我们只能够出，就是用 Zoom。所以在这一个呢，我们做的呢，要大家明白一些的
步骤，而且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使到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庆典能够顺利的进行了。而首先就是我们将会把这年节在星期四当天早上这样子，我们就是把它放出去，大家能够拿到年节就分给我们的会友而已。哎，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 Zoom 只能够允许100个账户去进行，还不能够超过那一个。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家里头的，比如说我家有五个人，那么我五个人只能够用一个的账户进去，不能够爸爸一个，妈妈一个，等下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又一个，这样子不能够。所以我们要就是好好的一家人就是只有一个 account。那么如果你有孩子呢，因为在外国现在不能够回来，这个疫情的情况他不能够飞回来的，不能够跟你一起过年哈，你要把这个 Zoom 送给他了，这个连接寄给他，让他也在那里也一起的跟我们参与这一个的庆典。 OK， 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注意，当你们放名字进去的时候呢，名字一定要写清楚你的全名，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陈碧文，然后我会放括弧写到就是忍耐堂华文堂。 OK， 写清楚，那么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教会的忍耐堂的，而且就是在华文部的然后我们不能够把你允许你进入这个 Zoom 啦，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就是有一些的麻烦，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后我们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你的全名。前面不要放 iPad 啦 iPod 啦，还是放一个别人的名字啦哪天我们在传道牧师这个的会议当中呢，有一些的人他放到马来人的名字哇，奇怪，这个是谁来的，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哇，所以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我们称呼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你的名字。 OK， 所以放全名，一家人这一个人代表就是了然后放教会的名字，还有放堂会，你从那个堂会来，然后半个小时之前你可以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开放了啦，然后你可以半个小时之前就可以进来穿美一点啦，逢季季这样子，像过年这样子啦然后在里头呢，我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前面不要静音，不要讲话，要讲话就是大家要参与整个的节目，我们将会有唱诗歌唱歌，我们将会有游戏，然后我们有分享所以大家要准备好就是要讲些什么来去祝贺大家的恭喜发财啦，万事如意啦，马到功成啦，准备一些东西来去分享一下你新年的这个的整个的愿望所以在当中我们每个人不能拿太久了，但是一定要就是说有多少就多少，我们就让大家一起在这样分享。那么我也鼓励大家，如果可以换你的团年饭呢，就是在那段时间进行，那记得我们上一年在这里有团年饭吗现在我们不能够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加一起，我们把自己的菜肴煮下来，我们以全部人一起来一起来团年饭阿们 OK。 所以可能你煮一些就是新年菜啦Q 肉啦菠萝炒猪肚啦还是木鱼焖猪肉啦鸡肉啦，还是有鸡啦，有汤啦，有五鲜啦，什么呢有我不会啊，我不懂你会煮什么啦，但是可能你接着那个来介绍一下啦就是我们新年整个的这个的传统，这整个的气氛能够带出来，阿们所以让你自己有这样的创意准备好了来去参与这个的新年的庆典所以要大家注意这一个了然后年初一我们早上有年初一的崇拜，八点直播，好像我们现在每一日主日的崇拜这样，年节也会早一点送给大家，同样的我们同个时间8:12早上年初一我们有崇拜 OK 线上崇拜了然后在那一天我们继续的就是把所谓的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来献上给神，我们也一起的来崇拜，来把一切交托给神，阿们。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我们接下来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也继续回到自己不同的堂会线上崇拜。然后其余的有什么的更改呢？可能以后你讲哎几时可以回到实体崇拜，我们要等了哈、哦。可以，我们一定会宣布给大家。但是在来临这个星期呢，星期四 Zoom 线上崇拜，线上的庆典年三十万的这个的庆典 ，OK， 年初一早上八点就是年初一的崇拜，所以全部都是线上崇拜啊、跟线上的庆典，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更多的详情，请大家注意。那么你找不到连接的时候，请赶快通知。就是你认识的组长啦，还是同工们，还是传道们，让他们知道你需要那个连结，你进到我们面子书啊、教会的面子书、教会的网页，你都可以找到这一个。那么这些连结呢，让大家赶快的，我们一起拿到，一起准备好，一起来庆典，庆祝，还有去崇拜，就是在借着农历新年，我们一样的拥有那个团圆。就是新年的气氛，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话语提醒我们，为主受苦难逼迫的，不但是个人属灵生命更新复兴的前奏，也是教会成长的前奏。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成熟属灵生命，来建立刚强健壮的教会。我们为农历新年线上除夕大团圆聚会，还有线上年初一感恩崇拜来祷告，一切准备的工作都让上帝来掌权来带领，让我们欢庆猛福，也让更多的人喜乐的来参与。我们为三月英文事工实践课程祷告，主供应更多弟兄姐妹一同经历主的能力，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为教区牧者传道及领袖们来感恩，求神力赐智慧信心指引，又处理能力在经济管理和属灵事上有上帝的恩典，求神医治大能领导教会受病毒感染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着康复。我们祷告神让我国首相和内阁部长按公义尽责领导国家政策，带来经济改善，也能够吸引外国投资来制造更多就业的机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也为沙巴首席部长和内阁部长交托，求父神赐智慧，也有敬畏神的心来治理领导州属，也能设施有效良好的经济政策规划，使整个沙巴被提升改善。我们为这前线医务人员来感恩，求天父赐给他们有强壮的体魄复原力，也让他们身心灵健壮，持守站在他们的岗位上对抗疫情，也照顾病患者。神啊，求你怜悯医治领导确诊新冠病患者，让他们早日康复，保护安慰领导他们的家人。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遵着主的教导，我们来同心的祷告。天父啊，你曾应许凡借着你的圣子的名而祈求者必蒙垂听，接受并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罪人原不配求，但因在圣子耶稣基督里，你了解及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阿们。请听我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将这诫命刻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要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众人生活在亲爱和睦中。我们一起来认罪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疏忽懦弱明知故犯的罪，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罪伤心，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志，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着圣灵的大能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们。请大家一起站立。现在我们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因此我们应该彼此和好。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让我们互相行平安礼。弟兄姐妹，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仰望主。我们应当感谢我主上帝。感谢我主上帝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赞美主，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的本分和喜乐。现在我们感谢主，因他降世住在人间，显现他的荣光，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因为这样我们与天使和天使长、天上的会众一同称赞颂扬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荣光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
请大家一起跪下，让我们准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的天父，一切荣耀都归于主，在主的恩慈中将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救赎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一次奉献自己，为全世界的人做满足完全的赎罪祭。主以势力之圣礼将我们永远纪念主尊贵的死，并在圣福音书上吩咐我们常常遵行，这道主在降临的日子，我们谦恭父求慈悲的父垂听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遵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命令，领受天父所造的这饼和酒，为纪念主受死遇难，就能同享主至贵的圣体和宝血。救主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主谢了，拨开，分与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圣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行，以纪念我。”晚饭以后，又照样拿起杯来，主谢了，递与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的血，这是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以纪念我。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宣告：基督已经受死，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将要再来。我们掰开这饼，以便在基督里分享。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主。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圣物，当存着信心谦卑前来领受这饼和酒，纪念基督为你受死，当以信心和感谢领受他在你的心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保全你这道永生。Thank you.
让我们一起遵着救主的教导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做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主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们。感谢文，我们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接纳我们作为圣子救主耶稣基督活泼的肢体，并在他身体宝血的圣事里用灵粮喂养了我们。现在求主差遣我们平安奔走世尘，并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专心乐意的敬畏主，服侍主。阿们。让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